提前投票已经结束，我们知道哈里斯县还有很多有资格投票的选民尚未能出来投票。如果您错过了提前投票，请在11月2日，也就是选举投票的最后一天，投出你宝贵的一票。截止10月29日，哈里斯县已经有大约63358人出来亲自投票，47243人使用邮递投票。相对2017年的类似选举，亲自投票人数增近20000人，总投票数增加了2倍以上。11月2日选举日，所有的投票所都将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开放，共计有717个选举日亲自投票地点。哈里斯县的选民可以在该县的任何一个投票中心投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华文化服务中心的体育馆第一次成为了此次普选选举日的投票地。希望住在附近或购物的选民可以就近来中国文化服务中心投票，或与您的家人或朋友一起来投票，然后去附近的餐馆吃饭，因为那里有很多不错的餐厅和购物中心，为方便选民。 HarrisVotes.com 提供投票排队、等待时间功能及选票样本，并可查询您附近的投票地点。进行邮递投票的选民可至 HarrisVotes.org 追踪您的邮递选票。